白月光，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，却那么冰凉。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隐藏，却欲盖弥彰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在心上。为什么要学习香道？从压灰开始，学会了耐心和平静；从香粉的取量中，学会了掌握分寸；从起转中，学会了沉稳专注；从燃一转香开始，学会了轻缓与柔和。引香修身，引香修性，引香修心，优雅自己，悦己悦人。最肯忘却不能吃，最不屑一顾是相思，守着爱怕人笑，害怕人看清。情人去采，烟花拥着波。